给他一分四瓣，用我的屠龙刀给他去掉瓜芽，撒盐咱给他腌制两个小时，起锅烧油，锅中油着放葱姜蒜八角桂皮香叶小麻椒，咱们给他炸干麻椒酥，放入干辣椒咱给他炸香，再来两大勺酱油，咱们给他熬开关火给他晾凉，腌制好的黄瓜咱们加入清水除去多余的盐分，用你吃奶的力气灌出多余水分，放入盆中倒入提前熬好的汤汁，咱们给他抓半句，家人们黄瓜已经像我这么做能吃五碗大米饭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你也学废了就对着屏幕点两下。